难的，他要有一定的速度才有办法上去。干！哎、欸，怎么玩？所以这个没有啊，这个不是比赛的吗？他是合作吗？哎、欸，我头断了啊！这个啊，他这个是一命到底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没出去？哎、欸，怎么刹车？怎么刹车？没有，他这不能刹车，他这没有刹车，这没有刹车啊！他这个游戏没有那个呢，就是你要一口气到底哦，你死掉就要重来哦。OK。你不要，你不要冲太快，你不要冲太快会出事，真的。啊！怎么有人倒转？哎呦，我差一点死了。靠腰，这不是这不是软的吗？怎么会死啊？哎、欸，这超难控制哎、欸。这超难控制。你看他那个试玩影片，感觉开得很快、欸，其实很难控哎、欸。这超难。因为你不能手把更快。对你不能直的开，因为他是要让你一直左右甩尾啊。我抓诀窍，我抓诀窍了。哦，有诀窍，有诀窍啊！有了，我完成了最佳时间啊！他要在那个时间内达到那个刷最佳分数啦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你可以一直反复刷、啊。靠一样，哦靠，哇很难呢、欸，好难哦！哇，哎，这游戏不要看这样子，真的是有难度哎、欸，这个真的超难，超难，超难哎、欸，这真的超难哎、欸！我讲，我至少先完赛一圈，因为我相信你们会为了完赛。完了哦，这个应该是唯一可以赢豹哥的跑跑游戏哦，真的哎，跟豹哥 PK 这一款，我卡住了。他不重点是他不能倒退，是有点对，不能倒退，没有，你可以，你可以抢，你根本就暴毙，你可以倒着甩尾啊，还是要内外内啊？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内外内的关系？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碎！掌握这个游戏的真谛了，干！干！我都快到终点了，我撞那个消防栓啦、啊！啊！不要经过那个白痴消防栓了，不要闹不要闹！干！我都快到了！狗尾纹身！可恶！我都快到了，说秒在公屏前。哎呦哦，哇哦，呜呼！我、哦、居然没事。哎呦，哇，这是谁？呜呼！原来手推车是这么有难度的运动啊！对啊，极限手推车竞赛，我们没有刹车，速度太快，速度太快，那个弯真的会直接爆开。没错，我们的原则就是不装刹车啊。刹车什么的，只是手推车哪里有刹车的？对啊。哦，差三秒啊！反正残废坐轮椅也是跟手推车没两样啦，冲了啦！确实，这么说好像对。有了吧？啊，完了！有了吧？怎么样？哇！没在怕的啦！啊，谁这边放消防栓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行，不行！有人翻车喽！哎干！哦，我没翻！哎呀，又翻啦！当年我只是没跑跑跑啊，不然我也是跑跑一般玩家、啊，开玩笑。干！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可以的！我来了，让你看看桃园手推王。我都找人家把我推出去晒太阳啊，吸收丰富的维他命 D、okay。我想看那个网络上有没有高手在玩这款游戏。啊，飞出去！应该有吧，我觉得。那画面一定很好笑，办这个游戏的比赛，然后就看四个人那边尬起来。这好像可以办，感觉。这个还可以办，才四个人，要得八个人，我觉得还可以啦。这什么奇怪的？哎、欸、靠！要骗人的！ Yeah！ 这怎么过去？他有骗人的路啦！有了有了，各位，冲啊！终点到底哪里啊？终点在哪里？快到了！终点哪里？很远的，然后我找。干！可恶！
我到终点了，你不要抛弃我，干你老师！没有可乐，上不去啊！老皮安安刚看完 Tito Park 快的直播存档，谢谢你又玩到快乐梦，带给我快乐。用手把，他用键盘可以说的。哦，嘎来啊！来跟我嘎！你干嘛？我没撞你啊！我没有撞你啊！有你撞我！我没有撞你啊！我被挤走了。哦，四一五。干！这个超难。这个比较，这里比较好玩，这里比较好玩，真的。这超难的，他要有一定的速度才有办法上去。干！我飞到一半，然后我飞出去外面，然后不小心撞到那个电线杆上面那个灯了，我就爆炸。对吧？还有音效，超好笑。这游戏应该做八人连线才对啊，怎么只做四个人啊？超可惜耶、欸！他真的要多一点才玩。对啊，我觉得要八个人这样才好玩啊。还要做那种竞速模式，就是死掉会在那个 checkpoint 复活，然后大家看谁可以先跑一圈呢、啊？或者可能想说没有那么多人玩这个分 game。哎、欸，这游戏不要看这样，它好评也蛮多的、欸，1000多则好评哎、欸。对啊，别开玩笑好不好？这是神作级的游戏。重来 ！Cut that do do do， 他的 BGM 也太强了吧！什么东西啦？不是，我知道为什么我没办法到终点，因为没人跟我一起跑。有吗？你死了、啊，你不是撞墙了？你又撞墙了！你要有竞争的那个，我要竞争的感觉，我才会跑得快。你要有竞争感才有办法。没错。为什么有鸡在叫啊？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还好老大没去比跑跑，不然豹哥会直接退役。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刷新记录，37秒。走，变快了，变快了。Yes， yes。Yes， 老大，我发现一个事实，这些驾驶都无法驾驶。小云，我还是第一。没有，我第一。